这样我才是最值得的，好不好？其他都是地图用，马上猜呀、啊，就是立马猜呀、啊。看你不是谁，看你不能想要抽到我的礼物的样子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谁是谁的。哦，谁的？你的？我的吗？没办法，你没办法用五谷岭哦。啊，我这五谷岭，我这五谷岭券很贵，你知道吗？它里面是一个饼干铁盒，哎，现在可以打开来吃吗？可以，立马吃，因为我很想吃。我也想吃它的。哇，这还有礼物哎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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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蝴蝶结送的好好看，噔噔噔。这袋子可以送我吗？卖的蛮大，加我每次。好，谢谢。大奖餐。好，放旁边这个，谢谢。但是有像大根、嗯、秋刘鱼皮。好，谢谢你。所以这里面没有蝴蝶券吗？没有。那就是那个小饼干，我们拆开来给大家吃。拍过大家的餐点可以一起。对，那就没关系，就等一下。我们这边现在没办法放。好。饼干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还有蝴蝶饼。好厉害哦、喔啊！我买的呢，我买的耶。好，现在合照。我要本人跟你合作。对，那你就可以关掉，然后拍照。你的圣诞礼物都有这个。鸡爪，两只鸡爪，鸡爪那个，好可爱哦，自己都喜欢，还有鸡嘴。我不要挠啊！看我从屁股撕！欸、我画得很漂亮，这完全没有包的东西，然后这样，垃圾，真的是个垃圾啊！超赞的，这个五百块，五百啊，里面有钱吗？有啊，就五百块，对啊，四百五吧。还是300，有500，真的要出500，哦，好，好啦，这样子500加这个 Kitty 150，这样他花了650。对呀、啊，哦，不错哦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没有，不是，不能，所以是350。哦，没有，100就加一个披萨，大披萨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披萨，嗯，披萨券。哦，烂呢、欸，我真觉得。啊，披萨券打开看一下。你要吃披萨券吗？我有一个披萨券，你知道吗？销售日期12月11号。哦，他应该是上次吃剩下这张券。对，应该是。嗯。然后等一下他看。不要，就把它放下去就好了。不对，那就知道是谁的了。老屋。好，不错，这个礼物很适合你。真的很适合是，这样就不会重复了。哦，够轻哦。因为老屋的已经被抽走了，被抽走了。耶，好。拖鞋一双，很厉害耶！很可爱，很可爱耶！可以哇，高崎露，哎，高崎，对啊，露子的，还有纸袋哦，露子的呢，哎，你这样，哎，很适合你，对啊，超适合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全身灰色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完全就是你的菜啊，很适合你，戴一下，戴一下，快点，今天出去还可以戴耶。这样就很可爱了，因为本来可爱。对啊，超适合的，根本就是为你买的嘛。为什么我是 Hello Kitty？ 虽然我最近买 Hello Kitty， 但是我真的没有作弊，我就上，然后上，然后这就是老的，那就老的，猜就好了。对，他就可以同时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你要有一个一个录，我要猜那个。我应该是就是我的啦，对，就是你的，因为那个是哎、欸，你跟换位置啊，你去那边，这样我才猜得到你的，拍得到比较好拍。对，到了。我要是老司机的吧？对，老司机的。我觉得里面最不用心的就是这个人没有包装，太过分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他太过分了，没有包装。对了，包装的很好哎、欸，因为
是紧实扎实。他喜欢就是这样，欸，你看我都丢在这里，你看完全不屑这个东西。快点拆啦，拆很久哎。然后你看，问他，因为他那个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有吗？不见了，盒子而已吧。然后因为它是透明的，我要把它贴起来。哦，没有，里面就是那个而已，你要从这边拆。他想要同类他，那边他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，这没东西啊。但是等他打开好看吗？对呀对呀，我们在这里这个。哈，礼物就那个。你怎么学我？你先拆，你先拆，直接把它掰开来了。这是一个豆子吗？哈哈哈，笑死学妈。它是可以分开打开的。它是可以打开，因为我昨天看到它包，它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头，好适合你呀，啊，超适合你的。我可以跟你交换。不要，就是你。好了，你要把它打开那个。里面还有啦。这个不是那个吗 ？BB 卡吗？什么 BB 卡啊？好了，还有啦。我看一下这个。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图书卡。不是啊，没有，它没有任何东西啊，没有任何功能啊。钥匙圈这样，没有那么好的东西。噔噔，原来就是这色。对啊，它真的是包好多。哎，它是物超所值哎，哪像这个简单。而且我还是用垃圾包的。很好，这种非常的好，有环保概念，这对啊，这个很好。我应该在旁边。这个外面那个，我觉得是怎样啦？我要这样子。就是它，龟头，差很多好吗？我今天才去看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真的假的？嗯，所以很适合你，那什么东西？没有感觉，可是我穿着看走吧，那我知道走，那我来看起来蛮有质感的啊，我看一下啊，然后嘞，它下面有插座，它下面有插座，它也可以用电池，它怎么弄？这边，这蛮好看的，打开嘛，打开啦，打开哪个？这个，打开木兰嘞。打开你的脑袋，打开你的脑，找不到，还要看到，然后怎么看？要看到它插多好，耶，跟头头一起，你可以就这样放在一起，每天看到也。把脸这，很好，谢谢。这算不错了吧？嗯，很好，来吧，就当扒衣服一样，把它扒开。用心包哎。对啊，你看那个什么东西。筋膜枪。哦，哦，这个很好哎，这个很好哎，我们家有一台，我们家有一台，哎，不错哎，很好哎。每次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差不多500块吧。这我们公司的。真的假的？像一个像一个。这市价1000多块。我知道啊，这个不便宜哎。谁谁刚是谁？再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再一次，我输啊！好，换他们三个剪刀石头布。啊，就是 Irene 今天的。因为 Irene 刚刚衣服很有心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可以吃的吗？肥皂。你喜欢看肥皂吗？来，现在扎我呀！你喜欢肥皂？拆开来看啊。这奥迪的。没有啦，那是我那个。这是那个当当吗？是那个等等魔爱人啦，嗯，魔爱人，博物馆新回忆，对啊，我在等等等等，我们